话题剧，讲述了当下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寻求自我与家庭关系平衡的心路历程。期待可以早日跟大家见面。好，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问一下，是杨紫跟徐凯是第一次在剧中饰演情侣，当时那个感受是什么样？对，我第一次跟凯哥合作，然后饰演情侣。凯哥就是一个私下非常幽默的人，对，然后跟他合作很愉快。第一次跟紫姐合作，然后感觉非常的开心，因为紫姐特别照顾所有的主创和演员，还有工作人员，非常的善良、可爱以及美丽。好，也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成婚，既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再次的谢谢我们的团队剧组，希望也送给大家祝福，成婚膝下也成婚自己。再次谢谢，我们有请孙中山先生继续为我们揭晓作品。